Hello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终于要开吃了。今天这些全都是黑色的食物，但是这小熊你看，它都摔变形了，太可惜了。先把这个面给吃了。变形的小丑熊，一款变形的草莓蛋糕。虽然它变得不好看了，但我觉得还挺有食欲。是，下面是这个毛巾卷儿。里面是巧克力啊。是奥利奥。还有这个我做的可乐牛蹄筋儿哦。
一次做甜咸口的牛蹄筋。都是酱汁的，真香啊。炸炸肉都是那种的。小龙虾串。这么吃也太爽了。再来一个烧片。这个是肚皮筋啊，
定是牛窝骨上面掉下来那块肉。这真叫是不辣的。来吃点大宽粉。真香啊，炸炸肉都是那种的。小龙虾串，还有个牛窝骨，特别紧的。
这块骨头呢。太好吃了。